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 Ian。 今集呢，我们就会在十里银滩去看三家卖电瓶车的店铺，不过是因为分开了几次去拍，那这条片出街的时候呢，可能个价钱和牌子都会有少少差别，不过就可以给各位朋友仔做一个参考。而我们去这三家呢，分别就是淘友车行、爱车生活和小牛电动。这款也是不是新的呢？嗯，就不用那么贵。这款的话也就全新的就六千二。六千二。中置店的话，40多50公里。一个新的6000几，40-50公里。啊，如果说不用那么坐那么多人，那种三轮车也可以，也够用啊。这个比这个便宜1000块钱。就5200。对。哦，脚刹。呢种电单车就嗰种咧，就好似揸车咁。嗰种就揸车咁，有胎盘。6000几啊？嗰只6200，呢只平1000，5000几。这个的话就12000。铅酸的电池它是350次，是吧？如果说你天天开，一天充一次的话，那就是一年左右就要换一次电池了。啊，如果说你两天充一次的话，那就是那就是两年换一次电池了。这个电池多少钱？电池像这种装的话，1000多块钱。不如问下老细啲车几钱先啦。都我哋连埋标价嘅，都有价钱喺度嘅。譬如依架咧够唔够力上维港湾噶？够力，电池可以加大，加大个行面啲，可以大面啲。其实呢只有咩区别？哦，多咗个位，呢只就3300，48W 50K。咁换电池加大几钱啊？加大加到200蚊。我呢只大得就有6个位。呢只几钱？12000。咁啊，几多伏啊？呢部有个电池？10W。睇怕呢两轮上唔到，上到维港湾啩？呢只几钱？呢只1800同2000，哦，1800就40K，2000就60K，都系48W。如果一个人就好，如果两个人可能有啲吃力。喂，呢啲大部好多喎，呢只。冇呢啲部电单车制咁。系咯。3060W 70K。嗱，呢只最平啦，而家暂时见到2760W。咁爱车生活呢度咧都有单车卖嘅，不过喺十里银滩以我哋所见咧就唔系太多人踩单车。哦，有价钱嘅呢度都6500-60W。这部是不是万二那部？万二那部。这部几钱啊？这部白色那部。白色这部18000，另加的。加600蚊。600蚊。我现在连了600蚊。那有没有什么保养？保养的那些啊？没什么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我跟你搞咯。啊，即是小小毛病就你会搞。大小毛病都跟你搞。若果咁啊，我当揸咗1-2年，咁啊，我系咪可以揾你寄埋啊？可以。咁你估值几钱嘅话，我当揸咗年车，
收咗年半到，大概你計佢四五千蚊到啦。即係我可以收翻四五千。睇車，如果新嘅範圍之內都可以收翻呢個價錢。啊、如果你有啲唔保養，比如話揸前有啲咁樣咁舊咁陳，入曬二輪嗰啲，冇得講啦嘛，咪剩翻一千零二千蚊到。咁易唔易賣啊？即係如果易賣，相當易賣。相當易賣。兩個方式，寄賣價錢你講。咁啊，第二個方式就是你幫我收團。照收團嘅，就算我肯定有賺錢嘅。咁如果冇貨睇啱嗰啲訂幾耐到啊？如果你有佢廠家啱嘅顏色有嘅，通用嘅顏色係白色、紅色、藍色、深綠色。白呢、這個顏呢三個顏色啊會快好多，一個星期內。啊！如果其他顏色啊，你可能會等佢做，可能二十日啊左右。咁如果租咧，我睇話可以租啊嘛。租個四座位。六座位都有嚇，四座位幾錢啊？150蚊一日，三輪車100蚊。三輪車100蚊。我單車咁我買，我係咪一樣可以賣二手俾你哋啊？單車唔夠，你因為單車冇得對比性㗎。你知㗎，單車有400蚊都有新車度買㗎啦。點解同你賣二手啊？咁又。是不是全部都不需要什么攞牌的？这个没有这个要牌。不过听完老板这样说，那个价钱的 level 呢都相距几远。即如果你不是说要四个碌的 golf 车呢，那部好一点是12000嘛。那好像这些两轮的就2000多元。那即是大家衡量一下个取舍了的价钱。呢、这个就喺爱车生活对面，就有一间小牛电动，都有一样嘅车卖嘅。咁佢里边主打就系卖小牛嘅电动车啦，仲有其他呢个叫豪奇嘅 golf 车。哇，10600！呢只都系小牛。不，小牛不在这里，小牛在这个肯定不止这个价格，如果卖多你买不到的。这个是豪奇。六座卖完了，没货。六座得要16000。咁你哋会唔会收二手车？收啊！假如你开个一两年，你说哎呀，我看到新车了，我想换新车，可以你就换新，补差价就 OK。或者是你，哎呀，我不要了，我不买这个了，我不要车子了，你也可以卖。如果有时架车有啲问题啊，坏啊，你就维修啊，加翻过嚟。哦，那些都要4000多哦，但是车每辆都要。这个可以做两个的，你买完之后，我有个长座包装给你的。你们香港也有小牛卖呀、啊？香港的那个卖那个 NTT 40000多一台呀、啊，因为它是锂电双锂电，两个锂电。款式跟我们这个是一样，我们这个是一个锂电，我们是8999。即系有冇话续一次差一次电续航几耐啊？呢啲系50公里。50公里。呢个吴先生。哦，所以佢哋嗰啲好多自己改装咯。呢个系4300。哦。同同牌子噶。系啊。唔同狼，嗱呢只战狼嗰度唔知系写住咩？车型啫，个意思。这个型号叫战狼。哦，唔系个牌子。牌子叫这个叫奥马达。哦，即系一样啦，奥马达。呢种就单拖一个人。这个可以做两个，这个做两个人的，要这样子。哦。哦。不过呢个就后面嗰个要压开比赛嗰种。咁呢种几钱啊？呢种？这个是3600。3600。对。几多公里啊？呢只？这个也就40-50公里，一样的，所有的三轮车都一样。咁喺十里银滩，我哋暂时就系见到呢三家卖电瓶车嘅档口，价钱呢就由3000到10000多元不等，亦都有从单人啊去到6座、8座，好多唔同嘅选择。咁朋友仔咧都可以按自己个需求去了解一下嘅。而他们每一间除了卖新车和包卖新车的售后维修服务之外，还有这个回收、寄卖和买卖二手车。而爱车生活更加有这个日租车的玩法，大家都可以试下租几天来玩一下。还有最近一次去十里银滩，
我车生活就喺旁边开多咗一间铺啊，咁佢摆嘅车就多咗，所以选择亦都比以前多咗嘅。咁今集呢个十里银摊嘅电瓶车咧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睇晒我条片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频道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